农历九月初是文在尊神的圣诞，家己文在殿是财神爷的坐庙。最近来自全国各地的进香团，拢来向文在尊神祝寿，也庆祝文在殿建庙立会安坐30周年。财神爷坐庙，家己文在殿。庙埕是锣鼓庆贺，进香团一团过一团，闹热来进香，赛阵阵头信众，亲香进炉，新尊爷一尊一尊来进入殿内。来自全国各地财神庙，福德正神，文武财神庙，今仔日到桃园、台中、丰原，拢是上届来向财神祖师庙的嘉义文财殿、文财尊神提早来接收。神啊，你敢将财神发挥，欢迎各界来到参观祭祖。进香团神神非常的多，虔诚恭敬向文财神敬香祭拜，祝福祝财祝平安。财神爷祖庙嘉义文财殿香火鼎盛，庙方伫圣诞日前的农历8月28到8月30举办招财祈安，发挥三工，欢迎信众入庙参香，共沐神温。今年来举办着招财祈安晚会，啊，有咱这三工就是28、29、30，这三工聘请着咱大道长。啊，来做这个招财祈安会，来今年来参加这个祈安法会时，咱有来赠送到一个啊，咱的金币啊，这个金币就是咱有财神爷加持过，啊来招财啊，保平安哦，较顺事安尼。啊，所以要请就全省啊，各地这神神大德啊，是咱这各全省有功啊，来给咱九月初是咱财神爷正生日啊，请这有功。啊，来甲咱祝寿参拜安尼，哦，一只所在最近哦，足侪友工已经在咧伫进香啊来参拜安尼。啊，确实，文在殿一向对学童教育极为重视，关心嘉义县市清寒学童营养午餐的补助，以及偏乡音乐教育器材添购补助，会用讲是有求必应。也定期举办文采杯音乐比赛，让学童才艺有所发挥。梁经阁嘉义县市婚姻地区偏乡学校青红学堂来受惠，也是文在殿极力以公益社会的一面。谢新新闻草民党嘉义市采访报道。